你这样我没有办法打针，疼，我怕痛，请你配合一点，你又不是3岁的小孩子。振东，我害怕疼。 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走了，家里有点事儿。不行，我一个人害怕。我已经找人来照顾你了。 小助理，我饿了，给我买点东西吃吧。你要吃什么？喝粥吗？不要粥了。给我来份沙拉，要曼烤小牛排，不要加黑椒汁，要加柠檬汁鸡胸肉，还有虾仁。算了，虾仁不要了。要紫薯，你不要土豆泥啊，要双倍牛油果，不可以加芒果的。最重要的是，背煎芝麻风味，不可以给我加这种凯撒酱的，知道吗？行，就这些吧，快去换回啊。 还要让护士过来给我发，还有我，这样吧，我陪着他，你去买吧。怎么回事？ 全都是我不吃的，你点错了的。哦，是我弄错了，我只记住了你说的这些。那，你还吃不吃？呀。 你这病还挺严重的呢，呼吸困难，肢体麻木，头晕眼花，经常性晕厥，吞口水都疼。做血常规了吗？得仔细查一查呀。我就嗓子痛，打个针就行了，为什么还要做血常规呢？哎呀，扁桃体发炎很容易引发高烧的。呀，这么严重呢？是啊，要是得炎症的话，得做尿检啊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 你别担心，我来帮你找医生，咱们从头到脚好好检查一遍，把什么 X 光啊、核磁共振啊、心电图、脑电波，全都体验一遍。呀，那得不少钱吧？哦，没事儿，你们公司能报销对吧？哎呀，他才入职几天，还没上医保呢，我报销。哦，哎，那你代够钱了吗？我就吃这两口沙拉，就觉得好特别多了，就好了。<笑>那个，你们先聊。 我先回去了，挺好吃的沙拉，你们吃点。渴饭走了，下班下班，走，咱们俩吃饭去。蒋特助，哎哎，坐。哦，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他脸上的伤疤是怎么回事吗？哦，那个是我们沈总弄的，他小时候不小心在人家姑娘脸上划了一刀。 那沈怡跟孟回是一场误会喽？这确实是误会了。那孟回现在不知道这事儿吧？这谁敢告诉他呀？哦，你也不能告诉任何人啊！我们老板恨不得瞒一辈子。
魏磊，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儿。